大家再怎么样，你在路上走过、骑过摩托车、开过车，好，是不是摩托车、小狗、三宝，好，不断的都会进入你的驾驶的范围里面。那如果说我们跟国外一样的一个自驾车模式，我们把它放到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交通环境里面，可能就没无法动弹。自驾车这件事情呢，对台湾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怎么样把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当成是我们国内的一个机会？我们现在国内强的是一些电子业，是车辆零组件的行业。如果说我们可以让这些产业呢搭配上这个自驾车研发的话呢，就可以对国内的产业呢有一些注意。所以在法规方面，经济部在去年有一个无人载具科技创新实验条例，它在去年的11月30号呢已经由立法院三读通过，12月19号由总统颁布。在这个呢，我们可以把它简称叫做沙盒条例。什么叫沙盒呢？我们在一个盒子里面呢可以随意的去设计一些规则。因为现在自驾车呢语法它是不能可以在公开道路上面行走的，可是我们透过沙盒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在一个有限度的管理的范围之内呢，我们让它可以在公开道路上面做一些测试。但是呢，它必须要有一个封闭式测试场域的测试报告，以及相关的安全规划，包含保险。比如说像现在不管是大家驾驶的话呢，都有自己第三责任险，是对你的驾驶者。可是问题是自驾车，我刚刚可以说这不是我开的，这车子开的，所以你到底要是要罚驾驶，还是要罚车商，还是要罚写这个软体的人，这个无法定义。所以目前的话呢，比如说保险的话呢，我现在好像都是以公共意外险在处理。那我们台湾自驾车实验室呢，就是第一个官方正式设立的专为自驾车测试所设计的一个，我自己都把它叫成驾训班。当我们人要去学开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先笔试，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你要路考，比如说路边停车，比如说倒车入库，接下来的话呢才能够正式到道路上面去做道路驾驶。所以说呢，我就把我们这边建立了一个叫做虚拟模拟平台，好，然后呢还有测试的资料库。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逐力的来建制这个台湾有属于台湾自己的自驾测试资料库。我们场域呢大概长这样子，长宽呢大概是200米乘100米这样子的一个大小，里面呢包含了13种的测试情境。比如说以路口而言，我们就有分 T 字路口、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十字路口有红绿灯，以及十字路口有红绿灯，还有一个我们叫做智慧路口系统。这是工研院研发的，有那个红绿灯可以告诉你说现在绿灯还有几秒，红灯还有几秒，那你就可以预先做一些准备，对不对？那透过这个智慧路口系统呢，它其实是可以把这个资料直接发送给你的车子，那你的车子呢就可以预先去做一些反应。它还会透过架在路口的摄影机去照跟你垂直方向的这个车子的状况。如果说有车子在移动，高速移动，或者是说它有不正常，它没有停车，它也会发警讯给你。那我们在今年的话呢，我们在隧道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另外加装强光还有洒水的装置，来模拟起雾，或者是小雨大雨，或者是说当你碰到逆光这样子的状况，来检验说你的自驾车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面呢，你有没有办法感知到正确的路况，然后呢做出正确的决策、正确的控制。那在测试设备部分的话呢，我们目前场域呢已经有建制到一个小孩、大人、脚踏车，还有一个软式目标车。这个东西呢是可以透过牵引器，比如说你的车在这边开的话呢，它突然从路旁跑出来，这是我们台湾最常发生车祸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并排停车，突然有人冲出来，看看你的自驾车会做什么样子的反应。那我们在今年的第三季呢，也开始建置这个摩托车跟它的这个控制平板，我们可以事先规划路径，让它去跟你的受测车辆去做一些互动。比如说他突然从后面追撞，或者说在前面突然减速，或者说他从旁边突然钻到你的前面去，看看你的自驾车有没有办法去做出正确的反应。那我们所有这些建制的设备呢，都是符合2018 Euro NCAP 欧洲的新车评鉴系统的一个测试设备，希望能够协助我们的厂商能够接轨国际供应链。那接下来的话呢，最重要的是一个虚实整合资料库，我们跟成大合作的，他已经把我们场域的这个资料呢放到一个虚拟系统里面了。虚拟系统大概就是我刚讲的笔试，你可能会突然遇到大雨，突然遇到起雾，突然遇到前面有落石，
甚至有人跟我提过，有一个很严苛的，是前面有交通状况，结果是一个警察站在前面叫你往旁边走，你的车子有没有办法正确的辨识？所以我们很多场景你是没有办法透过实际的东西来训练的，我们就必须再透过虚拟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我自己都把它叫做这个是给车子用的 VR 眼镜，让车子戴上它的 VR 眼镜，然后呢，我们来制造一些不常见的交通情境，这些情境它都必须要会。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当厂商在我们的这个场域里面进行试验的时候呢，如果说他有遇到一些技术瓶颈、一些门槛的话呢，我们可以连接在地的一些学研单位，来帮他们做一些前瞻技术的克服。学校里面的人呢，也可以就是了解产业到底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个技术人才，针对现在的需求呢，来做一些人才的培育，加速我们整个自驾车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动能。那以上是我今天的报告，谢谢。